个呢，在衣服上是冰冰凉凉的，然后它是做一个落肩感，然后有一点点像小外套，然后又有一点像微飞鼠袖的小上衣的短袖，还有你远远就可以看到小小的线条，而且这边有做双车线，简单的剪裁不无聊，放出来的话不太露肚子哦，然后整个的弹性，这个是连孕妈咪都可以穿的。那如果你有点小性感的话，像妞儿可能会来点小斜肩、单扣等等的穿拍都是没有问题的。背面的话可以微遮住大家一点屁股的部分。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微扎、单扎、全扎，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我呢还是属于比较卡其的咖啡色调，它不是那种巧克力的颜色，所以自然呢、啊，你的脖子啊，觉得会非常非常的显白。旁边呢看不太到里面的衣服，因为我们做的比较贴脚，是这样斜下来的，所以它不会这样整个大到好像每个人经过你旁边都看得到里面的衣服，没有哦，大家不用担心。